月开春，全球华人欢喜迎新年。朝礼法会，万人涌进新竹凤山寺、云林福智教育园区。海外华人也团圆互道祝福，祈愿新年福智旺来。不论是新春礼拜千佛，供上一盏新灯，或是透过圆游会广结善缘，都希望参与的人心生善念，新一年吉祥如意。在台湾也同样透有礼敬千佛与展览，让众生欢喜。已经举办30多年的水忏法会，新春连续3天举行。地区教士更广大供养及福气。2月寒假，提升对生命的看法吧。大专青年透过营队，了解怎样让自己更好。而教师们也重新看待当老师的价值，并希望将关爱传递给学生。佛教在韩国已经超过1600年，青年学习利他的精神。而在北加，有9个家庭学习亲子良好的互动。为了迎请师长传授佛陀的智慧，批导僧俗二众制成客送祈请。曾经为福智僧团传授《金曼论》的传承师长洛桑丹巴仁波切，2月再度来到台湾，在福智湖山分院传承宗喀巴大师3祖要道，也到南台湾的南海分院讲经说法。在台北学院传承功德之本颂，让弟子们更能体会佛法之美。净塑护海洋，确立了2030年全面禁用一次用塑胶吸管。而感念日常师父的恩德，超过1000人在苗栗院里放流7万尾鱼苗，让小鱼儿也能悠游大海中，为2月开春立下救护众生的心愿。愿福气如春雨，润泽大地众生。